大家好，我是罗志祥 ，Stage 11周年了，感谢大家的一路的支持跟陪伴。当 Stage 的11周年碰上双十一的狂欢，活动精彩程度，我只能说我都吓尿了。今天呢，正在拍摄我们这个今年的双十一的特别款式，不能透露太多，只能告诉你们值得期待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更有前所未有高规格限量赠品要回馈给大家。通通都是限量的，所以呢，要定期的来关注我们的店铺，把商品加入购物车里面，晚一步就没有嘞。拜。针对今年双十一的特殊设计款式，我们在擅长的 oversize 版型上面会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，譬如说在颜色上，我们会使用比较亮眼的桃红色，还有最近两年比较流行的橘色跟紫色等等，让我们的企划商品在第一眼的视觉感受呢，就会跟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差距。那延续我们的精神主题 Got No Fears，我们会使用比较粗犷的笔触字样呢，还有结合中文跟歌德字型去呈现所谓我们无所畏惧的精神。当然我们也会运用许多重组啊、结构或者是副料上面的变化，让这次的企划有更多的不同，也更加的精彩。在11月11号这特别的日子呢，除了我们的企划商品之外，同时我们也会推出一款限量独家商品，请大家要持续关注 Stage。